给你们看我们的军火库。这衣服怎么说？上神木林的时候给神木林一带，可以不？这都不用的。17段精致放下鞋，没打服。你看这装备，效力抗风鞋没打服，啊！你看神佑光辉武器，这都余导都抢着要。你看这余导都抢着要，11段零式没人用，余导用起来嘎嘣香。你看这固定，这给余导用，余导舒服，舒服，舒服。10段够了，伤害高，639伤害，打16段，680多，非常的勇猛。6级箭步无所谓的，6级箭步无所谓，真没关系的，你们不懂啊，真没关系的，问题不大，装备先套上去。OK，技术，你们不懂啊，我们刷经验的须弥都比别人的猛，看到没有？这刷经验的须弥都比别人猛，知道不？刷经验的。